此生何不折归禅宗，尽却一流名。我想千人去水是拂兰亭，苏轼当街上涌。叹此生未入江湖不弃，纵马与长风，方寸离愁始终，何来霁月月平庸。少君，那位花将军心如磐石，怕是不能为您所用。谁说我要他为我所用？我要的是他。哼。花将军有没有兴趣一起聊聊天？没兴趣。若我想跟花将军一起聊聊出兵边境十二城之事。现在花将军有兴趣了吗？思宁仙子，您怎么还在这里？自登明大会开始，您便一直称病不出，却躲在这里看书，如今也该露个脸吧。登明大会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这些医书来得有趣。若是仙君问起，就说我水土不服，身子不适，一时半会儿难以恢复。这怎么行？您自己便出自医仙一族，什么病能难倒您呀？哎，思宁仙子，您去哪儿呀？哎，怎么又逃了？少君所谓何意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此行的目的原本就是夺回十二城。原本？那现在呢？少君改主意了？现在嘛，如果花将军愿意随我回妖界，我愿意300年内不再过问十二城之事。少君想要以此相逼，让我离开魔界。我这是在与花将军谈条件。哼。少君虽然心系十二城，但是否真的见过十二城如今的模样？
这一天到晚全是宫，也太没天理。魔君的命也是命啊，就让我偷一会儿懒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没注意。不碍事的。你是仙族仙剑使团？我果然厉害，一猜一个准。这些都是医术吧？你懂医术？略知一二。医者救死扶伤，这可是最崇高的职业之一，你可太厉害了。我虽出自一仙一族，却是旁支而非嫡系，继承不了一仙之名，也就谈不上什么医者。谁说只有继承名头才能治病救人？什么旁支，什么嫡系，医者有颗人心，难道不比什么都重要？这串葡萄就当赔礼了，你要去哪儿，我帮你把书拿过去。谢谢，我要回别院。走。对了，你既然是医者，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。我有个弟弟天生体弱多病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？天生体弱的原因有很多，需要面诊后才能对症下药。哦。这便是阿宅兄弟烦恼的儿女情长。如今边境十二城，魔族妖族平等共生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好不容易恢复几许生机，少君忍心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安宁。所以我说了，如果花将军愿意跟我回妖界，300年内我将不再过问十二城之事。承蒙少君错爱，但我早已心有所属。我答应过对方，只与他共进退。花将军，你可能误会了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还请少君自重。原来少君竟然是女子。没错，花将军驰骋沙场，英勇善战，夺回十二城功不可没。可据我所知，你一回到凌渊城，魔君怕你功高盖主，便将你纳为贴身侍卫，困在魔宫，让你整日琐事缠身。同为女子，我知道花将军绝非池中之物，与其在这里消磨斗志，不如与我同归妖界，你我携手定能做出一番空前绝后之事。不瞒少君，方才我确实有些动摇，我深知女子在这世间的不易，更何况少君还是未来的妖君，千斤重担可想而知。但是我与少君一样，也有想要守护的东西，所以我不会离开。花将军想要守护的是魔君大人。
按照你收集的信息，我们明天上午忙完就能出宫，先去酒楼吃顿大餐，然后一同去看擂台比武，还有晚上灯会。对，重要的是灯会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，再加上一些提前准备好的惊喜，想想就美好啊。哎，对了，一整天都没见到花将军了，他人呢？尊上，听闻这几日迎日少君与花将军走得颇近，今日还一同去了花将军房中。靠，这妖族小子果然没安好心，千里迢迢挖墙脚来了。你们说什么呢？什么墙脚？那什么，明天城墙脚下有一场擂台比武，想约你一起去看看。好啊。啊？我说，好啊。仙界修寒记已收到，仙君若是无事。禀尊上，小仙还有一事。什么？灯明大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仙、魔、妖三界和平，此番虽偶有波折，但感念尊上心怀大义，因而仙族愿与魔族联姻，共修万年之好。小仙思宁见过尊上。联姻？花将军，花将军没事吧？听说魔君大人要和仙族联姻。少君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。他都要娶别人了，你真的不考虑考虑我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真的不考虑和我回妖界？不考虑。别这么绝情嘛，你再想想。要不我中午请你吃顿饭，咱们边吃边聊。行吧，那咱们吃什么？花将军，先来一串糖葫芦。花将军。都是误会，鲁三他乱点鸳鸯谱，这不是迫害我吗？等等我，花将军，花将军，当你几经坎坷，几番分分合合，愿回应那遥遥无期的承诺，更无力承受为大劫落魄的失措，才明白绝望与希望皆是缠身。单枪匹马攒着俗世出征着，来世晴空万里去路乘风雨将驾，一袭破旧长衫做盔甲，这个世界有多凉薄，背叛错过，碌碌无为的喜怒哀乐，有多少波澜壮阔，在堆砌的沙砾中沉默，平庸理想如一抹，醒来有你陪我，手光炙热，依旧唱着属于我们的歌。若此后再无星河，变作萤火，为
飞鸟之光照其身之色，借一晚香为宾客，歌声勾出故乡与执着，有生之年风风过，别怕重蹈覆辙，便陪同你这一路我们有故事可说。